这样来着，那么我敢，那我来出场，先秒一个，能来吗？无极兄弟，不用害怕，直接让大刀离进去。盖伦被打爆，不会的，就算玩盖伦被打爆了也没有关系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就算你玩盖伦被打爆了也是没有关系的，知道吧？能懂吧？有莫甘娜这么不好发挥是吗？是的，莫甘娜他是多多少少能够限制你一点，毕竟他有个黑盾在。如果莫甘娜有个黑盾在的话，你想要对他出手，你或者说对他的队友出手，你叫无时无刻的去顾虑他那个黑盾，兄弟，不行就别追了。就你不是说你要对那莫甘娜出手，而是说有个莫甘娜在的话，你就要注意他的黑盾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要对他队友出手的时候，你要无时无刻注意他的黑盾，这就是难受的点，知道吧？好，队友终于有一把线杀了，打了那么多把下来，把把都是队友被线杀。难道这把简单一点吗？谁在最后压了那么多？很正常，都这么玩了。主播，你这闪现，你这闪现吧，没关系啊，把人家给交了，来。顶一顶，顶一顶，兄弟，突击了，出手，很好，可以，莫甘娜囊中之物啊，收了一个，小心，也会吧，我在他们就不敢来，知道吧？能过来不左一。他应该是有惩戒的，没有吗？睡得到不？睡不到算了，走了，拉回来，卡特四级怕啥？就那两个残血队友，你不能看自己啊，你要看一下队友。那卡特四级他过来不给这两个技能给你队友收起来，就五级了，刷三套技能，扔六个飞镖，外加两个大招。你西哥挡不住了，上马卡特是吧？就上马那国服第几卡特呗，国七卡特呗，就他呗，是的，往回拉兄弟。我看这个国旗卡特有没有领悟得到，没裸叠的话我来吧兄弟，但救不了，哇哦，哇靠，人头不是我的，给他收了，诺手囊中之物啊，先手恐惧，一手压住，一手 AJ 跳 AJ 拜拜，他把他控下去，把他控下去，先把他卡外面，不然掉太多了，石头被翻了，目前还行，难得一把顺风，说实话难得前期顺一把，王子跟卡特是很配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王子跟卡特的话算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好配合的中野英雄，黑盾交了就是机会啊，这一波，不过他们不过来了，
走一走。顶住兄弟，我来了，顶住，给我坚持住，惩戒减速，哇哦哇哦哇哦，诺手来了，不然我就冲了。我靠，可以的兄弟，谨慎起来了。这卡特不愧是国服第七卡特，确实可以兄弟。毕竟这道神狼白尾能反应过来的可太少了，嗨不去看一眼，小龙可以给他们包拿一条吗？这么没办法吗？差一点，他还有个点火呀，比如点火的话被烫死了。拿锤子走了，要掩护不？被撞起来就坏了，这个位置的话。中国区地狱判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这么准，怕让你看不清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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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，顶住，不追了那就。这招不是绝对躲不掉吗？兄弟，他躲掉了吗？那你告诉我他躲掉吗？他没躲掉呀，那他不是没躲掉吗？我只是说他反应过来了，但是没不并不代表他能躲掉。不击，我说过了，中国区第一预判不是你想躲就能躲的。走了，够用，8-1了，还行吧。难得前面顺一把，那不得展示吗？盖伦应该是被斩于马下了。靠不下去。真准，必须的。然后跳进来，我们再过去躲一下 Q， 把 Q 躲到过去出手 A 接跳孔雀，拉个孔雀，那你木杆那，你要等到黑盾消失，3-2-1，不好意思中。回头弯月。我在路上。拉过来，你也知道，神狼白尾，你也知道，并不是说啊，你平时可能看我嘻嘻哈哈的，好像这是娱乐主播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认真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带点娱乐的技术主播。有黑盾是没用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已经把你的黑盾给算死了。黑盾不是永久的，是会消失的，而在你黑盾消失的第0.1秒钟，你就会即刻被我斩于马下。稳住，还是那句话，他们只要找不到我的机会，知道吧？他们杀再多次我的队友都没用，他们只有杀我才有用。回家来抓我了，要回家补手装备了，不急，身上的装备有点太差了，打到现在的话，要做个水银。这一局做个水银是为了极限，这把金身是最好的，但是你也知道我的话比较喜欢追求极限。被看到了，走，
顶住，打不起来了。30秒钟杀小龙，拉回来，别急。往前靠，杀多一波这个卡莎，小龙就有点了。哦，回家，只能补小剑这一波，那先补小剑，往前靠。我在路上，把第二条东西拿下来，这把经济是没差距太多的，水的话，懂吧？不稳，经济没有差太多的这一局。几千块的差距，打起团来的话基本上都没什么差别的。往后撤，感谢白练杀的人气票。出击兄弟，不用害怕。保住他，通通斩于马下，神狼摆尾。不能追了，哇翘了，有个黑盾在，把伤害挡到了，给那卡莎把我的人头收了，1000块的赏金给他了，他隐身了没办法，黑不出来了，等一波，这把是要做破败的，等一等做，下一件，送出1000块的赏金。你要是问我为什么的话，那就是因为这个莫甘娜。伤害抵挡到了，有机会。好了，大龙有点了，要一稳到底了，这把必须要一稳到底，不然绝对输一回。靠过去，传过来，打那个传送下来的，打那个传送下来的，那莫甘娜我来出手。先秒一个，能来吗？都能留，都能留。先杀这个诺手。好，回来大龙，回来大龙。能杀，我补点伤害。回来大龙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够了。集合进攻纳什男爵。接手。应该是要死，靠不过去，回来，我不能再死啊，再死真感觉没了。破败差一点，什么情况要补破败？你想要拉满自己的伤害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把的话，啊，你是要很塞起来的情况下。那你就要放弃点坦度，也要去做出一手攻击装备。惩戒减速 ，AJ 拉出躲那躲内圈，聊一手恐惧让大刀捏进去。这个蛇线拿了之后看一手，可以回家，因为大剑出来了，回一波。你们去中路推，上路我来防。别死了呀！我靠。萌萌死很难办的兄弟，哇靠，差点你没叠了卢香啊，我被分散太多注意力了，这波还是比较难推的嘛，走了，哎哎哎，走走走。
大龙座又没发挥出来，翻盘的可能性太大了。这一局说实话，神狼白尾走了，白不死他，这卡莎肉起来了，快走快走，再死这样没了。这一局真的不能再死了，先等龙魂刷出来。嗷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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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让你过来啦？哇靠！你看到人家从龙下面，你就要搂人家。要不是我在，小龙老先龙魂一下，别死，先拿个龙魂。这龙魂也没什么大用呢。是说真的，这龙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，毕竟是个水龙魂，知道吧？还拖吗，兄弟？你搞的是我想拖一样，好像是我，好像是我好想拖一样哦。我也想早点结束啊。来抓我了，等一手，没人做重伤，这边那么多回血，来了。别追，会被开的，会被秒，会被秒，快回来！好，回来回来，赢了，往回走。打龙了，打龙了，一波不了的，回来打龙。吓死我了，还好盖伦给到大了。这卡莎虽然很肉，知道吧？但是真伤的话，照样顶不住。要一波了，直接一波，直接一波，回就完事了，找不机会，回家了。王者死了，等着，别急，急不得。等兵线过来，压起身，我熬他，不能追呀、啊！给我收，包压起身的兄弟，有黑盾有什么用啊？我都说了，你黑盾什么时候消失？不好意思。给你掐的死死的，那个时间点给你算的是死死的，知道吧？有黑盾又给我狂了，哪次黑盾没给你压死？又是好来了，拉 QTA 恐惧弹拉开他一点，我先挂上溜他一波回血，确他队友不会来，再一打给他交大兄弟，交大下落地闪现老三，落地兄弟落地挂 Q 拜拜，等你过来 AJ 恐惧拿到上 A 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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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 Q 斩死兄弟，就这吗？有啥实力？